我们今年啊，也准备来一次家庭旅行。停车！推车！云顶都还没有见呢，就这么倒霉要推车了。小云顶，我们不是应该去云顶看云海的吗？原来云顶是看不到云海的，所以我决定来个自驾游。前方300公尺右转，是入扎拉玛宅拉拉亚。哦，等等我！坐了大半天的车都不知道在哪儿。为什么你要擅自更改我的行程？你们撞坏了别人的东西，还不赶快下车！怡宝二奶像，我来了，大家四处看看啊！给我站住！有客房服务吗？有，怡宝芽菜鸡呢？哎呀，走开了！你去哪里啊？ Yeah! 那么快就认识女孩子，你哪里人啊？我是滨州八海人。老爸，全都被抓了。一边捞生，一边要说祝福的话。马来西亚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这么有趣啊？我老妈的手艺是不是很棒，很好吃啊？一看就知道是母子俩了。